民众关了水塘来搞着，Q瓦特的最新水的出水站卖管水，这还是讲这村里的当地停水了来恢复供水，但是供水未断，阿里无搞无水通用。马上设置在临时出水站，和民众来这管水，这种种的状况都是面对着停水，哪有可能来上岸的情形？为了移民的取消，无就好可能进入着降雨停电困境，几乎计划叫今仔日就被安排在柳亚科技横区来举办着旱灾灾害应变演练。我们也希望说。 用这个热源来让设施做压力测试，能够让我们节水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尽管怎么节水，有些地方还是不能节水，譬如医院、譬如紧急用水，这些哦都不能够节省的。所以希望说能够让大家展现说我们这个载运用水车载水，然后这个供应这些重要的设施，包括医院等等。 还有包括工业区的重要制程等等，这些。当然，这是表示讲天公伯也是受不了来落雨，透过着恩人就要将上歹状况来做拍算，而落雨是天公在做代，甚至都要靠大家，嘛要靠家己。当然，最希望是老天天降甘霖啊！即使下个一小时、两小时的水，哦，雨下一小时、两小时的雨，我们增加了好几百万吨，都比我们省了半天省了还多。哦，但是我觉得其实。 既要开源，也要节流。开源靠老天，节流靠自己。中岛这个恩人，只有的希望讲，透过着恩人，提悬着民众的欠水的危机意识，而透过着自身的省水，降低着欠水危机。今天新闻台以下，刘洋采访报道。